大家好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收藏转发哦，谢谢。今天我玩的是战争机器人灯塔争夺战，首先点亮了自己附近的灯塔，然后再思考该去哪个灯塔，中间的不敢一个人去，对面有三个机器人，走进左边灯塔，我们正在和对方机器人交战争夺这个灯塔，看见他们已经算差不多稳固了，我又开始换目标了。右边的灯塔还没有人占领，四个对付我方一个，快点报到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这个机器人受伤了，躲了进去，我也跟过去，看看那边能不能堵到。这个机器人有个优点，就是有保护罩，还有快速闪开。就我一个人在鼓动，终于有队友过来在屋顶看我一起攻击对方机器人了，想着前面的灯塔没有机器人了，该冲过去占领，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一个机器人，不过我比他厉害一点，消灭了他。现在使用的是一个中型机器人，不过有点茫然，出生在中间，该往哪个方向走？没有防守的左边，担心对方机器人会去抢夺灯塔。前进，向前进，居然没有对方机器人。机器人几下就被报废了，我也上超级泰坦机器人，前面那个能飞行发射光束的机器人好像很厉害哦，下次我也计划入手一个。